的喊声量极高，可能忙不过来了。终于来了，慧火！我们终于采访到周深宝贝了。我相信我们小傅老师非常非常厉害。哦，不能露我的手铐。你很火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昨天是不是睡得非常好？感觉你好好开心。我是因为见到你所以开心。糟糕，被他装到了。没错，到现在看这条视频还是会很开心的程度。周深演唱会遇到了晚会，央视综艺遇到了常驻音综，还有新歌降临。首先是三月份录制的《非遗中的中国》终于来了，8月10日20点在央视一套播出。同一天19点30分，还有央视的七夕节目在 CCTV3播出。《非遗里的中国》贵州篇，距离录制快半年了，终于有消息了。8日，央视一套官宣了上线预告。村 BA 官方发博说，周深化身台江苗族非遗宣传大使，希望苗族文化能够走向世界，并直接表明10日晚8点不见不散。传统的文化将去慢慢越来越年轻化，走进大家身边，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新的融合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。8月11日0点，周深新专辑再次解锁一首新歌。同一天晚9点，周深常驻新音综音乐园计划将迎来首播，不知道有没有舞台，如果有舞台也会上线一首新歌。音乐园计划前两天直播了发布会，8日又上线了个人宣传片。周深个人宣传片竟然是有红线钓鱼，官博说第一次看到红线被玩出花了，愿者上钩再钓一条大鱼，这次整个大的，看周深如何结缘更多音乐人。此外11日或12日还有一首新的 OST 上线，这就意味着周深南京开演唱会的10号和11号两天有一场晚会，两个综艺，两首新歌同步上线。就问米子们，你们忙得过来吗？小兵想说，没想到演唱会门票的米子就安心的看晚会综艺听新歌，然后慢慢的盘演唱会翻拍就好了。以我歌手周深这个职业来见到大家，就是在武汉，就在出道日的后两天我来到武汉，你觉得哇，感觉刚刚一下又回到了那个记忆当中。想起就是10年前来到武汉，就在街边人很少啊，没有想到自己有点会来到体育中心。8日，工作室发了周深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武汉场特别回顾视频。按照之前的惯例，每一场演唱会前，周深工作室都会发上一场演唱会的 vlog。武汉场是周深出道10周年的纪念日，但是他把7月25日这天改成了生迷们的生日，现场跟大家一起唱生日快乐歌，这是一场难忘的回忆。周深的每一场演唱会都是最特别的，而且前两天就7月25号的时候是歌手周深正式出道的第10年，然后喜欢他的歌迷朋友们就是叫自己叫生迷，那我们就定7月25号是生迷的生日好不好？因为每一场都是最特别的，每一场都是爱的限定版，每一场演唱会周深都有精心设计和准备，各有特点，所以复制不了，都是无法取代的。周深的用心程度真的很值得去感受。周深和他的团队可以说是细节控的代名词，也把很多浪漫情怀具象化了，比如上海场的梅赛德斯奔驰圆梦，深圳场的六一儿童节，武汉场的10周年庆生，真是每一场都是限定的。这次南京演唱会恰逢七夕，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？一起期待吧。武汉这部分有一个大场，这大概就是我们乐手区那么大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时刻在提醒我，歌手周深是从哪里出发的，歌手周深是怎么走到大家面前和进入到大家耳机里，一路只有一生，我会记住的，以及非常非常感谢每个听到我的人，谢谢。无论是在看不见我的，还是在看不见我的，无论在哪里，还是在任何没有升降台的地方，或者在任何地方，但是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谢谢你们愿意照亮我，你们都是我的光明星。挂着你偶万遍，来呀来
车上精灵声声唱着叮铃铃铃铃，趁着奥运会结束，然后给自己放松一下，然后去看演唱会。然后我也很喜欢听周深的歌，所以当时正好我也看，就是在南京，他8月10号到11号有两场，然后所以当时是看，准备说是去选择一场去看，然后正好呢，因为也是这次他也来恭喜我，然后那个巴黎夺得了冠军，然后并且邀请我去他的演唱会，所以我说天哪，把这抢票的一大难题给解了。他的票可太难抢。